前情提要，8月20日又有新款刮刮乐上市，第一天马上去彩券行各买一张测试，第一张买1000万大富翁的017中奖，1000元打平，祝换钱再买200元的惊喜圆满，013也中奖，换一本再一张011结果杠归，没中再凹同一本022中奖了，200打平，换钱时再换一张。刮这张081之前，先来看一下介绍及几率分配。彩券特色，头奖200万元，超过26万个1000元，含以上的奖项。玩法说明，任一个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及的该号码对应的奖金，或刮出一个中文吉祥词符号及的奖金1000元，惊喜圆满，中奖几率33%。率分配，200元一本，100张中，18.38张300元一本，100张中，8.8张500元一本，100张中，0.8张1000元一本，100张中，4.37张。这款就是要凹一本有4张的1000元的。接下来要来刮这一张惊喜圆满022，没有用选号逻辑，这张因为挑不到选号逻辑的。如果会中，表示我应该不要执着逻辑的呀。依照往例，我们来看一下手环时间，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8月23日，现在开始开刮呀。一样先从左上方开始刮 QR code， 先刮开幸运号码的数字，先刮开幸运号码11 25 18，再来刮开您的号码，总共有10个号码，10次机会。您的号码22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19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1没有中，继续刮。这里出现英文字母 P， 这样子就是有机会20万300或1000，继续刮下去。您的号码27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0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15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9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13没有中，剩下2个不会吧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14没有中，剩下最后一个，我们先刮旁边的，把英文字母刮出来看看有没有机会。他这边刮出英文字母 F 加上 T， 几乎没救了，剩下赶快刮一刮。刮这边刮出英文字母死亡之 E， 就是杠归了。最后一个号码28，这张杠归了。依照往例，还是要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，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，就是为中奖杠归的呀。前期小计，八月份买3900元中2100赔1800元，今天再杠归一张，小计买24张中6张，八月份买4100元中2100赔破2000元了。连庄中奖后杠归，再中奖又再杠归，人生无常啊。接下来回到熟悉的店再买试试看啊，我没中奖没关系，祝大家都中奖。